专属笛卡尔使用注意事项。Hi, my name is Kevin. 我今天要来跟你快速分享一下一个超酷炫的东西，就是我有一张笛卡尔的实体的笛卡尔，那真的是很酷，就是因为它是客制化的，然后上面写王健凯摄影大师，这是我的卡层，所以如果有兴趣就去 follow 一下，就是支持我，然后就会分享各种3C 产品的科技的东西，因为有一天在 email 里面收到一个 Dcard 寄给我的 email， 那他就说，要不要加入这个3C 创作者合作计划？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很多3C 电子产品啊，或是摄影相关的科技产品，那就 Dcard 就找上我啊，然后就还特别写一个神奇的手写的小卡片给我，然后就是。还蛮酷的啦，反正就是多了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分享一些东西。那我想说 Dcard 也可以比较零距离的可以跟大家互动，变成不是像是 YouTube 这样子就是留言，然后我有看到就回，没看到就回。 Dcard 有点像是就是社群还蛮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就是一张真实的 Dcard， 然后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卡套啦，这个也还蛮棒的质感，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虽然它不是一个吊牌，可能吊在身上啊，或者是可以放到哪里，它就真的是一个卡套而已。但是它的质感真的是不是那种廉价的质感。好啦，反正就是一个 Dcard 实体卡，然后去 follow 我的 Dcard，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3C 产品东西。那他们还有办一个就是抽奖活动的部分，就是如果你 follow 我的 Dcard，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抽奖机会，可以获得300块礼券，这样子就赶快 follow 啦，然后就感谢支持我，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神奇的实体 Dcard 的分享影片啦。那当然很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我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记得去 follow 我的 Dcard。 那对，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